今天我们实施的是年度例行的特殊地形、特种地形跳伞的训练。那今天早上天气也都很好，早上5:59，我们飞机顺利抬头。今天训练呢，我们区分的三个批次啊，人员跳出，训练非常的状况非常的良好，人员目前状况也都正常。我们训练水域跳伞的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让特种官兵他们能够适应在各种不同的特殊的地形，也能够快速的把我们的兵力投入，去达到作战任务的目的。跟我们一般基本伞训啊，我们水域跳伞的高度跟基本伞训的高度是一样的，就是1250英尺。技术上还是有一些差别。水域的跳伞，我们人员在实施实际的跳伞之前，我们就会通过一些水域泳训、求生、水上求生的一些基本的训练，要合格了之后，才能到实地来实施水域的跳伞。今天成果是很顺利的，而且我们国军每一个部队它的训练都是非常精良的，我认为成果是很好的。你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重要的理由：台湾言论自由有中天才完整，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跟我们一起守护台湾，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。